第十二届世界梦一字书法大赛使,使用教材。第十二世界夢一字使用教材。选定汉字的理由。この漢字を選んだ理由。加深加广版。おまけ。祈愿的句型，今天教的句型也可以使用在七系。七夕 的时候写的许愿小卡哟。台湾跟日本的七夕哪里不一样呢？详细教案请参考十二年国教第二外语课程手册。何家族健康希望家人健康。何 ありますように世界が平和でありますように希望世界和平何々でありますように世界中の人が幸せでありますように希望世界上的人能够幸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个例句中結束的時候都没有加上句好。因为日本人 不论是在写贺年卡或是许愿小卡的时候，通常不加标点符号，那是因为希望好运能够源源不绝，不要中断。希望能有平安顺遂的一年。保持如此的心愿，写下了这个字。 如果我们想写长一点的句子的话，可以把刚才许愿的那句话加上引号、下引号，再加入第二句就可以喽。何何希望成绩能够进步。抱持如此的心愿，所以选了这个字。

なにしますように書道が上達しますように。希望ン・法能ーフ步日本語が上達しますように。希望日文能ウウ步という思いを込めて書きました。はい、如此想法ー下シャ字ファできるように。お友達がたくさんできるように。 希望能交到很多好朋友。という字にしました。所以写了有这个字。